今天晚上的海风非常的舒服，你看见过夜晚的大海吗？对于爱旅行的人来说，海边的风景是不可能错过的一道风景。你好，我是马天宇，今晚我想跟你分享的故事也是跟大海有关。故事讲述的是一位来自偏远小镇的老师，为了给学生描述大海而踏上遥远路途的冬日看海人。这个故事呢，是我在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的散文集里看到的，我很喜欢，所以我把它收录在我的读本里，现在我就分享给你听。我偶然遇到一位来自大西北小镇里的小学教师，猛看上去他似乎已然年过半百，因为他脸上有那么几条很长也很深的纹路，并且头发也花白了。可是跟他交谈时，他那双眼睛却闪烁出很有劲的光芒，使我又觉得他实在还很年轻。他是从海边归来的，即将再坐火车回到他那个离大海非常遥远的小镇。他告诉我，许多年前他们那个小镇还没通电，可是他在教学生的课文里总是不断地提到电。举凡电灯呀、电话呀、电车呀，学生们常问道，老师，那电究竟什么样？他很惭愧，身为人师却眼界狭隘，连真的电灯都没见过。有一天是放假的前一天，当又有学生问到电灯究竟什么样时，他便下定决心。第二天天还没亮，他便揣上干粮往100多里外的县城走去。他足足走到那天深夜才抵达县里，在县教育局门口，当看到屋顶那闪亮的电灯时，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路过的人或以为他是坏人，或以为他是个疯子。第二天，县教育局局长亲自带他见识了电话、电唱机、电熨斗什么的，又请他到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送他走的时候，又送给他一只电灯泡，那只电灯泡后来成了他课堂上极其珍贵的教具，一直被他保留到若干年以后，直到他们那个偏远的小镇终于也通了电。可是这两年常有学生问他，老师，大海究竟什么样啊？他总是耐心地向学生们形容，然而他的经验并不超过学生，于是他决心亲自来看看大海。当他在县城教育局宣布这一壮举时，连局长也很羡慕，因为那已年近花甲的局长也从未见过真正的大海。他为什么不是在暑假时，而是在寒假时跑来看海？那原因很简单，冬日看海是可以省很多钱也省很多事的。并且他两眼闪着异样的光，对我自豪地宣布，冬日的大海别有一番雄奇的景象。他说这10来天里，他把冬日的海景看了个够，从各个角度看，在各种光线下看，从容地看，哼着歌看，甚至跳着舞看，他把我也说得羡慕起来，不仅是羡慕，甚至是嫉妒。因为我虽然有很多次夏日观海的经历，可是却还根本没有过冬日观海的体验。仅从这一点上说，我的人生便没有这位西北高原小镇的小学老师丰富多彩了。冬日观海的人离开了这座城市，坐着硬座车回到那遥远的地方去了。他没有在这里久留，他说
一来他没剩多少钱了，二来他圆了看大海的梦，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只是偶然见了他一回，他走后我甚至已不大能形容出他的相貌了，唯有他那闪亮的眸子，还有那一身大海的气息，长久地萦绕在我心头，使我景物。每一个最平凡的小人物，只要以敬业精神点燃执着追求的火把，都能使自己的人生闪烁出童话般美丽的灵光。读完这个故事，就让我想起以前我也给偏远的山区一些小朋友们邮寄过关于大海的书，我想让他们了解更多关于大海的事情。故事中的这位老师为了学生不远千里去看海，像冬日暖阳照亮人心。每一个夜晚在月光书房，想把我读给你听，明天见。Thank you.